下机缴完检体回家零加七，中国入境旅客加强检疫专案，元旦首日采检524人，结果出炉，阴性378人，阳性146人，阳性率27.8%。中国的一些的流行度啊，可能是我们台湾过去啊并没有流行的一些病毒株啊，所以那再加上中国现在的感染率很高啊，所以这个非常有可能我们入境的这个感染的比例会提升。但基因定序要等周五出炉。中国流行的是 BF.7， 但看看台湾本土境外目前都以 BA.5 为主流，另外还有 BA.2.75， 加上其他新变异株，目前国内有7种变异株大混战。但坏消息是，有个大魔王蠢蠢欲动，新变异株 XBB.1.5 在美国以黑马之姿窜出，纽约呈现指数型成长，每周有120%增长优势，有更强的免疫逃脱。我们跟美国的交流是相对的比较多的，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。除了 BQ.1 以外， XBB 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变异株。你的亲友要从别国家回来的时候，至少到他回来前2周，请把疫苗给打好。春节那些返乡的那个是比较属于家庭的传播，那传播的那个幅度会更强。北市3号起释出7.3万剂疫苗开放预约，其中超过5万剂是 BA.5 次世代疫苗。专家提醒，春节2周前该把次世代疫苗打好，过年团聚正好有保护力。近新闻林无信女者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